气死我了！我刚刚在节目的时候，有网友说我长得漂漂亮亮的，可是主持起来三姑六婆。啊、你才三姑六婆，真的，先骂看看。不，你是最正的，对啊。小平哥说话揍人哦。谁说我三姑六婆？没有，其实三姑六婆在古早是。不是负面的，不要讲，我是虎姑婆，哎、不是负面的。我要跟小平哥，那就要滚就对了，滚滚牛肉面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什么都好，脾气不好。我们金牛座都这样，你就是恰北北，还在没有再给你客气的，真的没有。我们出来工作不是要受你们的气的。对啊，你已经够好，你还没够好呢。我的之前够了，我之前又四十点零五。我有认真看网友说话会气到，有些网友说话都超过分。试一试，本来就是啊。可以，谢谢。哎，有的是会有的那个旧惨，黑啊，都是说你家诅咒家人什么。黑粉才是真粉。哦，谁在讲你三姑六婆，就帮你一件事。好，什么事？帮你拧个小毛，把他家断水断电。小平哥就叫北市拆除大队去把他家拆掉。拆掉，可以这样吗？